心跟你们呢啊，注意交啊。游戏马上开始，兄弟们啊，感谢大家伙。小明你回去，你怎么天天这样式的呢啊？你怎么天天这样式的呢？你说你站起来，小明啊，小明，我真的我服了你了。你今天如果你再敢不听话，小明啊，我24小时我给你带上。我说那是你大姨，知道吗？使劲，你坐好了，使劲。这使劲怎么能放羊似的呢？一天天的啊，不许吃啊！不许偷吃。小明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零食我放这儿。哦，多放几个啊，我多放几个。我看小明，我敢偷吃的啊，那不是他姑姑吗？那是他妈，那是他奶奶。姑姑，上哪整姑姑啊？啊，那是他奶奶，爸爸的姐姐，爸爸的姐姐不是姑姑吗？那是 Seven。坐好了，小明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知道吗？小明，不许动，行不行？揍你啊！都动，忍住了，五关门啊！五关门，忍住了，小明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给你次机会，小明，听着吗？啊！你别不，哎，你敢动？放、哦、你哥这小迷惑，你敢动你试试？后门关上啊！不是他说给他吃，我不许说给他吃啊！吐了，吐了，吐了，吐了。哎，我好，今天必须给他带上。我高低得给小牛带上，靠我哥。不许动啊！我非得给小牛带上。嘴套呢？不许动！喂喂，坐好了，哥，坐好了，不许动！你不许动！动！嘴套跑哪去了？不许动！坐下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不许动！不许动！靠你哥这小苹果，是不是又他妈偷吃又偷吃？我真是没办法了，小苹果，我真是没办法啊！靠你哥，
真是气死我了，腿套找不着了。解套找不着了，感谢我藏这里了呢。只能小牛给藏起来的，兄弟们，只能让小牛给藏起来了。不许动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沙发！这沙发服了，这沙发服了。问问他们几个，行吗？他改不了。Seven， 你能不能不扑我呀？啊？想不想看，兄弟们？想看的话，大家扣个一。想看是不是 ？OK， 啊 ，OK， 兄弟们啊，想看啊，行啊，看看这个东西到底给谁，兄弟们，看这个东西到底给谁啊？好嘞。啊，小迷糊，我发现你今天真欠儿，你是真欠儿啊！大家需要木耳的啊，咱整一单咱家木啊，老实了吧？问问他们几个啊。老大一直都很听话，赶紧带上，他不舍得带，谁不舍得带？你说我不舍得给他带呀？我他妈恨不乐不得给他带上呢，我乐不得给他带上。坐好了，小迷糊，坐好了啊。三万，来三，三个坐这，三个坐这。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！啊，不许动啊！你们知道这是干啥的吗？啊，知道这是干啥的吗？老师，知道干啥的吗？老师，你放这儿，你放下，我还没问呢。啊，你们知道这是干啥的吗？啊，知道吗？小明啊，知道干啥的吗？我知道是给他的，我用你说呀。坐好了，咱坐好了。我还不知道是给他的。啊，三万，小明你坐下。就他妈你不知道。啊，三万，我问问你们几个啊，老四，就这个东西啊，他肯定是带嘴上的啊，我想问问你们几个，老四，这东西给谁带？老四，给谁带？老大，三万，给谁带？给谁带？三万给谁带？给谁带？三，这给谁带的吗？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太他妈打脸了！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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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！啊，小明，我先往前点好了，没往前点啊，前秀，往前点啊，好了，好了啊，无限小迷糊啊啊！老四他妈离你八丈远，你说能打着他？老四，这东西给谁带？老四，给谁？给谁？老四，给谁？啊，给谁？你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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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，坐坐坐坐，你给老四带什么玩意儿？三个给谁带？这给谁带的吗？谁？三个给谁？那是你儿子，三万。老四啊，不就这你都能睡着，老四啊啊！四哥，就这你都能睡着，老四啊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老四啊！三万，这么的啊，三万，你往后退，往后退，我得跟三万说一遍啊，三幺三万不知道啊，三你坐下，坐下三万，三万呢，
你们几个都赖小迷糊啊，你们几个都把这个东西都给小迷糊带，商量好的，行不行？三位咱商量好，都给小迷糊带啊。老四啊，你能清醒点吗？老四啊，老大你坐起来。那老大可爱趴下了，老大是不是怀孕身体沉呢？你怎么这么愿意趴着呢？啊，三位你们几个都给小迷糊带啊。你往前点，老小迷糊来往前点，不给瞎赖啊，不给自己家人带，看色儿，那分不清色儿吗你？老大，这老大怎么这么喜欢坐下呢？啊？好了啊，来，我问你们几个，这东西给谁带？老四啊，你坐下，你三三三坐下，坐好了，不许动啊。老四啊，老四啊，哎呀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，我操你哥！你起来，老四，老大来，不，你能上点心不，老四啊啊！老四，我问你，这个东西给谁带？老四啊，给老四带上吧，兄弟们，给老四带吧，不给谁也不给谁了，给老四带啊。起来！妈，这老四上死火了，让我啊，老他妈上火了！起来，他我让你知道这东西给谁带啊，老四，我让你知道这东西是给谁带的。哎，你觉得这东西给老四戴上还挺好看。我给老四戴上啊，兄弟们啊，有点小，我给老四戴上啊。老四这一天天的。老四，知道给谁带吗？别求我，你求我干啥？你求我干啥？我让老四带上啊！我操，老四你好牛啊，老四啊！啊，起来，小迷糊。老四，老给你带下来。老四好牛啊啊！等会儿我就给老四。好了，咱玩零，咱抢玩游戏了，快！老四，看老四戴这好看啊！再问一遍，好不好看，老四？四哥。哈哈哈哈哈哈老四啊，老四，哎，是老四，好不好看，老四啊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天哪，老四啊，你也能混到今天，你小迷糊看见了，小迷糊去看热闹去了，哎，四哥一会儿炸了啊，我再问问啊。感谢大家伙啊，兄弟们啊，咱那个老铁们，老四能不能睡着啊？看老四能不能睡着啊？不拍了，老是总挨欺负。老四啊，你坐好，老大啊。老四啊，那来问你啊，小明你坐着，你咋这么
欠儿呢，我发现你。老四啊，你知道一加一等于几吗？老四啊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老四啊啊！不，我发现你怎么干什么都能睡着，是不是老四？你有没长没长心？老四长没长心？啊？不，你这么的你也能睡着，四哥？老四啊，老四啊，完了，睡着了，睡睡就睡了。三，你看儿子又睡着了，不咋又睡着了，老四啊啊，这咋的了？睡着了，睡着了。哎呀，老四一点反抗能力没有。老四，真的，四哥，你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，咱也不知道你一天天哪来那么多觉，老四，你能不能有点反抗能力呀，四哥？啊？你怎么一点反抗能力没有呢，老四啊？啊？啊，我再问问啊，老四哥。小明哥，老大，老大这里，老大，老这里，老大，老大这里来，老大这里来，来来。啊！啊！啊！不许动啊！我再问问你们几个，这个东西到底给谁带啊？好啊！问你们一下啊，咱就咱家这个。啊，给谁带呢？啊，小明啊，看好了啊，三幺，你说给谁带？三万，给谁带？你给谁？该给谁不给谁，心里有点数。给谁呢？给谁？给谁？好啊，下回也这么演啊，下回也这么演，三万啊，这回就知道了。三，坐好了啊，好了。坐好了啊，好了啊，好，小明往前点，咱必须得演成功的，不演成功的我心里有点难受。坐好了，小明，坐好了，好，好啊，好。老四啊，咱家这个东西给谁带？老四啊，三万给谁带？三万，给谁带？谁？好好摸，好好摸，给谁？三万，给谁？给谁？给谁带？老四，老大给谁？三给谁？瞎他妈带，瞎带给谁的？黑色衣服好可怜呐！哎呀，黑色衣服太可怜了。谢谢大家伙啊！感谢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直播间，感谢大家啊！然后大家需要狗粮的，咱家这个才艺啊，我叫这先生来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 ，Seven 呢？你这个性格啊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的了。你是不是老年痴呆呀？你最近呢？啊？那老四多老实，我就想给老四，谁也不给，我就给老四吃。我就给老四吃，我别人谁也不给，太不听话了。你在这省点心吧，兄弟们，行不行啊？这太不听话了，这。坐好了去坐好了去，上去坐好了去，能听话不？我看谁听话。老四坐着，老四坐好了，我一个手势，老四就说啥意思。你看上兄弟们，我就这么一个手势，老四就知道啥意思。不行，还得给老四一个。吐了，小明啊，吐了，那是给你爸的，吐了，那给爸爸吃的。
老四来，不是老四，你是不是你怎么吃不着呢？不许叫唤了啊！要明天没有零食吃了，三王啊！听话，有零食吃，啊，听话，带上吧。真服了。咋了，小牛啊？我叫这些来吃啊！等一下子啊，我叫这些来吃啊，拿远一点。啊，看看他们几个听不听话啊！小石，你坐好了，听话。操你哥！我发现你们娘俩。他妈服了，一点不孝顺。除臭剂多少钱？除臭剂39.9块两瓶。你坐下，分我没说起来，那没不得钱。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史亮，不许动，不许动。石榴过来，石榴来，不许动！你们几个过去吧，石榴。退！老四来，老四来，操你哥的！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再给你个机会啊，再表现不好的我直接给关笼子啊。怎么没有一次他们是成功的呢？我发现呢，坐好了，老四来，老四，四哥来，四哥过来，老四来。老四来，老四，老大来，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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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老大来，老大来，老大，老大来，老大，老大来，你能是老大呀？啊，你是老大呀？哎呀，我的妈，愁死我了，真的。真的就是都让你俩带节奏给带坏了。不能带小牛了，一带小牛就这样式儿，一带小牛就这样式儿，你给我滚滚滚滚滚滚滚去，来进去。老四来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。三哥，史哲过来！一带小迷糊就他妈不听话，一带小迷糊就不听话，我被他死了。啊，我这把不带小迷糊，兄弟们啊，我这把不带小迷糊，指定是可以，信不信？三哥过来，
三位来，啊，好，过来吧，三位，过来，过去吧，过去吧，他在这儿呢，过来，他来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好，坐好了，老四过来，来，小石榴，老四来，老四来，老四来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。真的了，我真的，我把你也关起来，我把你也关起来，真的你们这一家。来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这两个太离了，真的走了。你也快了啊？对，坐好了。老四来，操！因为感觉三八的他在挺卖力的啊，咱拍的咱木耳兄弟们啊，咱木耳的确是好木耳啊，兄弟们的确是好木耳啊。然后呢，19.94元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！有想买木耳的，大家在咱家下一单啊，不好的话你就给我退回来，兄弟们就这么简单啊！谢谢大家伙啊！来，王哥，重来啊，重来，老四过来，老四，老四来，老四来，过来，老四，四哥来，老四，妈了个，呀，老大，老大来吧，老大，老大来，一，二，老大来，妈，我操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真他妈气死我了！我操！哎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赶紧他妈抢跑了！我靠！心态崩了，兄弟们，真的心态崩了，越来真的，哎。眼砸了，一脸砸了，气死我了！我感觉好像咱家唯一捣乱的好像是 Seven 的兄弟们，我感觉咱家捣乱的好像是 Seven 捣乱的啊！伙啊，来看他们几个到底聪不聪明？好，坐好了，随便。好，看看谁才是家里那条臭鱼。啊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，老四来，老四啊，来老四，老四，来老四来，四哥来来，老四来，老四啊，来四哥，哎呀，四哥真聪明，啊，喊了半天，我发现你们老四对，老四对，没毛病。其实老四兄弟，我感觉老四挺聪明的，我感觉老四挺聪明的，果然是怕他妈妈呀，这小步伐。老四其实挺聪明的，兄弟们，知道吗？哎，老大是一孕少三年。我刚才第一次的时候就应该给老四吃，对不对？刚才老四回来的时候没给老四吃。是不是啊？老四吓怕了，过来，来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老四，过来，来，老四。老四来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，四哥，好宝贝儿，听话你们几个啊，老四来，老四来，别跟偷地雷似的，快来，往前走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好，
好了啊，老四表现非常不错啊。好。啊，老四。好。老四，你先别动了啊，四哥，你别动了，老爷没叫你别来啊。小迷糊来，小迷糊。小迷糊。迷糊。小迷糊，迷糊，小迷糊，迷糊来，哎，哎，小迷糊来，迷糊，迷糊，迷糊来，老大来，老大，我不给石头吃，别怪我对石头不好，你们啊，小石头这把的确是有点那啥，啊，乱套了。咱家的狗粮狗狗这么喜欢吃，对不对啊？大家而且咱家狗粮全部都是好评，你们就可以看着去，你可以随便找一款狗粮，有咱家卖的便宜的，真的我啥也不说了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个狗粮三拼粮，兄弟们里头还有海藻条、卵磷脂还有牛肉粒啊，兄弟们你看着像我逗坏了知道吗，让我逗坏了，我不逗他好了，那时候总逗他，逗了导致咱家三位一直都护食。大家给咱一号麦点点关注啊，糖果食品啊，小狗能不能吃狗粮，可以吃啊，咱家这款狗粮小狗也可以吃啊。三位怎么训练他，我就害怕护食的，好了好了，说啥吧，哎呀，主要是我每天我都拍不出来段子，拍不出来新奇的段子，我就闹心知道吧，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，兄弟们，就是你这么多人，就是咱直播间里头，别说直播间里头了，这么多人等着我直播，兄弟们，这么多人等着我直播，这么多人等着看咱家的段子，结果我每天都看，我每天都交代不了，是不是，就相当于老师一样，兄弟们，就像一个老师第二天不知道自己讲什么课啊，不知道自己讲什么课，他非常闹挺知道吧，新手强迫症，我就想把事儿做好的，缺个助手，太晚了，卖货效果不好，我就想吧，兄弟们，把事儿做好的，咱把视频拍好的，啊，把直播做好的，哪个都得有，真的，我要不是说天天拍段子，兄弟们，三个爹从玩快手到现在。屈指可数，我一年拍300-400个段子，300多个段子。啊，我要不一直坚持的话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我能涨到500万粉丝吗？咱俩粉丝没有一个粉丝是刷礼物涨过来的，啊，全是靠我自己。啊，你看这个是那个啥啊，这个是酸辣粉啊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么点小事，你别感觉他声音叫的小，兄弟们，你别感觉他声音叫的小，就他这个声音穿透力刚刚强。我们那天没说吗？俺家楼下没找我，他妈楼下的楼下来找我来了。啊，这是腐竹，
感谢二二家的小老四啊，欢迎二哥哥家的小老四啊。欢迎咱们家二哥哥家小老四，大家给二哥哥家小老四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这是花生啊，这个酸辣粉今天是25.96六桶啊，兄弟们啊，这小狗的穿透力老强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啊？你恨我呀？这小狗给我咬的，我操！嗯，只剩一只了，那两只，哎，今天那只那个主人没跟我说话呢，那主人没跟我说话呢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小老四，老四我打算，我看看明天啥样，老四老四过来，老四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小迷糊呀，真的了兄弟们，这个小迷糊呀，啊，感谢啊，这谁呀？谢谢啊，感谢送来的那个礼物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这谁送？你过来来，你过来来，你也参与是不是啊？看你这从哪参与来的？啊，这从哪参与来的？啊，从哪参与来的？哦，你哥的，啊，从哪参与来的？小明啊，从哪参与来的？啊？这沙发啊，我发现你这孩子，我真的我发现你自从有了你半年，我换了他妈俩沙发了，换仨沙发了，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我半年换仨沙发就那么因为你，操你哥的，是不是你猜的？是不是你猜的？问你呢，你看看，承不承认？承不承认？承不承认？你承不承认啊？好啊，大家想买酸辣粉的啊，咱那酸辣粉19.9啊，不是25.9六桶，兄弟们合4.3一桶，老铁们合4.3一桶，又想买的话大家拍一单啊，就咱买一桶方便也得4-5呢，是不是？买一桶方便，对不对？更何况这酸辣粉了，兄弟们啊，好了，坐好了，三坐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好了。好了，哎呀，这样都过来凑热闹了，都过来撒娇来了，行了，新疆发货吗？咱家宠物用品新疆不发货啊，狗粮新疆不发货，兄弟们，咱家狗粮新疆不发货，酸辣粉新疆发货，啊。狗粮因为狗粮发货太贵了，嗯，老大，哎兄弟们，老大这个肚子真大了，俺老大肚子真大了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我往那一坐，你说你们都呼上来了，热不热呀？啊，狗子可以惯着惯吃惯喝，但不能惯脾气，小迷糊这个脾气完全是我惯出来的，嗯。小明这脾气完全是我惯出来的，哎，咱老大真有了，哎呀，但是你说走舔他那边俩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他妈服了你了，你
一舔就尿。三，你过来，三来，过来来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我看他干啥。别动，三，你坐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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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你坐那。我问小明又干啥？啊？那小伙是不是拆家啊？那小伙是不是拆家？点亮从哪里点？点亮直接点，点亮屏幕就可以啊！咱点亮屏幕就可以了。老大跟谁的孩子？气人。嗯，棕色拉巴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完全是意外，兄弟们。完全是意外。小狗踩沙发，我发现。小狗踩沙发。啊？放你歌的啊？你踩沙发是不是？啊？就咱就不能养小狗，养小狗他妈沙发就废，说一百遍都不理。你说啥了？我看看啊。亮姐小跟班，你能听话不你？过来来，过来来，三哥来，大家想买酸辣粉的啊，咱整一袋酸辣粉啊，兄弟们，啊，吃完酸，打开啊，泡好了，酸辣粉25.9块六桶啊，一桶是122克，行，你们看酸辣粉。你们看咱酸辣粉是不是透明的，老铁们？看这粉是不是透明的红薯粉？看看这有没有食欲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说三元爹一整就后半夜的时候给大家卖货呢？我就感觉后半夜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食欲，兄弟们啊。是不是好东西吧？平时都是29.9块六桶啊。你家木耳好温柔啊，好柔温柔啊。拍完了，完了完了，幸亏我家里有，不想吃。你肯定有吃完的一天。这个酸辣粉它就是解馋用的，知道吧？我感觉就是解馋用的。它能长毒液肉啊，兄弟，你就说吃粉儿，吃这玩意儿能长毒液肉啊？可别在意外十六人，老爷。我跟你闹着玩呢，啊！那他妈一波未定，一波又起呀！啊！推荐一下狗粮，狗粮，咱家狗粮，那个狗粮是149一袋，老铁们啊，什么狗都能吃啊，什么狗都能吃啊，149一袋啊。三姐不介绍了，太晚了，兄弟们啊，我该遛狗去了，我也该休息了，兄弟们啊，跟大家说声对不起了啊，虽然说大家这么多人都已经啊都看不够啊，兄弟们啊，但是到点了，兄弟们啊。拜拜了，老铁们啊，然后咱们明天见吧，好吧，老铁们，咱们明天见，谢谢大家伙啊。
拜拜，老铁们，拜拜。大家早点休息，晚安，晚安啊，兄弟们啊！大家给咱那二号麦，二号麦是俺家 seven 的大孙子，点点关注我，兄弟们啊！俺家 seven 的大孙子啊，谢谢大家伙，拜拜。